气候变迁越来越剧烈，光是去年的灾难慈济就援助了300万人次，能如此动员也多亏有好工具。出门都要办公啊，徛几工啊会忝啊，咩啦嘞？赶快把防盾椅子包放在地上，坐下来之后，还要拿出他的办公用品啊，行动电脑，吼，随办公啊，戴上我们的环保帽，有灯光的吼。如果啊没有灯的时候，后面还可以啊，闪一闪，保护自我的安全。大爱感恩科技已经10年，利用环保志工回收来的保特瓶，让废材也能有新功用。其实我们全部都是没有专业哈啊，那在走一个未知的世界，那在这个目标是很正确的哈，那我们很期待所有的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，来爱护这个地球。但在资讯大爆炸的时代，怎么永续发展？房脉纵门营也邀请了慈善置业执行长严博文来解惑。84000法，我们要顺应时代的改变，才有办法永续发展。领导就是做对的事情，治理就是把对的事情做对，永续是把对的事情做对，为众生。对的事情做就对了，在人人消耗地球资源的时代，慈济推行环保，更要透过纵门营呼吁亲近在源头，一起爱地球。台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